风采咱水到哪里？秋凉天舒，不敌温风又何见解？九龙天书关系着福气前面，关乎九龙气运，集团需要三王骨风铃开启，再收集王骨这一部上，巧如来既满了先机，伊的个性也无可能顺人离己，影响九龙地气，来将中原形成。由此推断，巧如来只希望破坏妙王之局。那怎样的破坏方式最好呢？就是让妙王得到一本假天书，两主三百年形成一次，错过便无机会。只要让妙王在错误的时刻进行错误的方法，巧如来便是成功。太失败了！如果能解此线，巧如来能善用局势。现今也不用疲于奔命，亡羊补牢，犹未迟啊！云鸿也是认为，其中有一本假天书是巧如来派出的。你认为我会怎样认为呢？天书共有三本，那云鸿又认为我的是怎样认为呢？你怎样认为无重要，重要的是。巧如来怎样认为？以书印书也是一个好办法。那何不交换信息？一样双方改灵锁定第三本天书最为目标。石龙影正是巧如来所派出的人。啊，太妙了！竟与我所派出的人相同。如果云鸿肯相信崇礼所讲的人，崇礼也同样相信云鸿所讲的话。云鸿一向诚恳，世人只知谎言可以欺骗，却不知实话也可以骗人。诚恳的人一旦不诚恳，那更加危险。天书妙王记得记忆，巧如来难道不急吗？对上云鸿这样的对手，如果信息不平等，巧如来还有一点胜机。一旦信息平等，那巧如来大可自尽。哈，切勿面对我，还有有得依你，彼此试探，拱手交关。而你却是金手重点，是何不肯透露破绽？切勿是切勿。聪理是聪理，不懂的人不懂的书迷。你果真是巧如来最佳导师。该说巧如来会是比聪理最好的导师。云鸿也希望如此。话中又有必真之意。我既已见了巧如来与你之间最后的结局。就看恁两人谁先承受不住。嗯，这最后的结果便看你意义会是谁死在谁的手上。了了之久，云鸿过时了。多谢云鸿指点，临别之际，我也有一言相赞。哦，巧水，对于巧如来，你讲的太多了。这样才算得上是公平的游戏。小心，让游戏要了你的命。哈哈哈！要命，才有趣味啊！请。请了。